刚裱好一幅十字绣，富贵满堂图。边框是用的水晶老枣红的实木框，四周没有加卡纸，我加了一圈锦铃。这个膜不是有机玻璃，这是有机玻璃的保护膜，有机玻璃在这里，这个是有机玻璃的保护膜。不，十字绣是看着图纸一针线绣起来的，喜鹊尾巴上还是掺了金线绣起来的，非常漂亮。看看全景，